你这里的特长写打篮球，你确定你的特长是打篮球，不只是你的爱好而已？因为曾经我也以为打篮球是我的特长，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我的爱好而已。全民制作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蔡徐坤，喜欢唱、跳、rap、篮球、music。我超爱打篮球的，我在美国的校队，然后因为校队很多都是外国人嘛，然后我们中国人稍微少一点，然后就会特别努力的训练，想要为中国争光。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干什么？不工作的时候喜欢运动，喜欢打篮球。